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虚元堂善书，风月揽真，主祝仙佛为地藏王菩萨。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降，盛世无今夜降住，风月揽真。第九章，巍巍泰山尊天下。盛世圣神仙佛异于凡人者，在于其德之尊，其德之贵，才能受世人之敬仰与效法，更有而可知成正圣神仙佛者，唯德是赖也。盼世人能知此理，勤修以立功造德，并予免之，徒儿走了。徒儿遵命，今夜不知何往。今夜正是造访东岳大帝，那是千载难逢之机，先走了，慢慢再谈好了。此时须比服下菩萨所赐之丹丸，二人同携步出堂外，乘彩云腾空而起。东岳大帝是不是如今之大陆东岳泰山？可如此言之，但那地方仙圣之地，在外表是无法洞悉的，同时亦可知泰山之高，泰山之大，世人至今还是无法辨知辨晓也。那为何要揽真东岳呢？恩师直接带徒儿揽游东岳泰山就好，同时徒儿也没机会到大陆去玩，请恩师即著书之便游览游览。上回为师曾介绍过，东岳大帝乃中界之主宰者，且亦掌辖幽冥之官，所以得须揽真以全知。那徒儿懂了。就在此时，月音嘹亮，远远飘来。此月美妙，徒儿在凡从未听过。你今夜有福了，那是仙月啊，是东岳大帝派人来接师徒二人的。就谈说间，一般仙乐队及旌旗队很快地到达了菩萨面前，下马拜见菩萨，说是受命前来接迎的。大帝之雅意，实在不敢当，同时也劳驾了你们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在旁之灵官说，不必客气，这是应该的，及时领着队伍前行。不多时，已来到了东岳泰山之山脚下，菩萨示意他们可各自归队。此时须比仰头上望，山高入云，心想不知如何上去。此时菩萨要须比坐稳彩云，然后从山下冉冉上升。不多时来到了山腰处，稍稍停住，只见僧房、道院、寺观、庵堂不计其数。请问恩师，这是怎么情况？修持之处，你看各种不同之教不分啊，同在一处同修也。本来就当五教不分，这才通常理，怎可执念不化？依图而看，有教别观念之人也不必修了。你还真开窍，理念完全正确，这都是仙佛教导之功。好了，再上去。彩云又慢慢地往上升，又见有古石之遗迹，又上升数里，见有三架大石房，高约十余丈，中间有一道门，门上有一匾曰登泰山，至为壮观。在上升数里，同样建有三旦房，中间又一门，门匾曰岱宗门。在上升数里，建如前有三旦房，中门之匾曰通天门。然后彩云再往上升，已到了山顶之处，一到山顶，建有无数华丽之楼台殿堂，且上面奇花异卉无数，景致绝世。往后一看，九山进入眼帘，又星旗满布，如在掌中。此时师徒已进宫阙，进门前建一大悬壁，高二十余丈，宽三十余丈，以石玉栏杆为柱，且有二道玉砌之石房屹立，巍巍峻立，上面写着东岳大帝宫门，金字灿烂夺目，极其庄严。此时见大帝与无数之灵官、仙吏及使者列队恭迎，且见大帝头戴冕旒，身穿滚龙黄袍，手执朝天宝护，足踏彩粉靴，极其威仪。此刻须比即刻拜叩，行十二叩首。小民须比在此叩见大帝，如有冒读之处，还请佑恕。何罪之有？您乃奉旨递着善书者，亦属有功之人，何来之罪？免礼。此时大帝邀菩萨同上内殿宫阙，要到内殿宫阙有六重之宫门，在每宫内均有仙吏、灵官、天使等在两旁站班欢迎。大帝礼数还真周到。应该的，不必客气。三人到了大殿，在大殿之上写着处置幽冥四个大字，右联神明通九友，左联治理统三曹，且两侧更有无数之楹联。须比不敢久看，怕有失礼之处，大帝之丹池可说威严无比。大帝招待菩萨坐定，还请吩咐左右准备仙果、名品等。不必客气，时间不允许，今夜打扰，已感不好意思。不必客谦，然今夜见您师徒到来，吾有些心里的话想说说。
今夜见师徒奉旨前来著书，吾内心感慨万千，也唯有如今之儒门府栾开堂著书阐教，使得如今之社会展露了一线道脉之生机，真是难得，吾老感叹无此之机缘呢。大帝日理万机，怎会有机会呢？当然可见玉帝，让您亦可普化天下。哈哈，蒙教主如此一说，吾还真想试试。应该会有机会的，今夜先行到此拜访，劳烦叨扰之处，上齐见谅。何劳何烦之有，随时再欢迎你们之到来。大帝送菩萨出宫门，众灵官、仙吏、使者等亦列队恭送，师徒再上彩云离去。吾送你回堂。做坏事之人，在还没去地府审判前，需要先上刀山下火海呀，劝世人不要再做坏事了。尤其现今之人蛇集团诈骗很多，再不悔改一定会下地狱的。愿大家除了求修大道或成为鸾下生之外，也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或号天子寿灵修院，并超拔所有祖先与有缘魂。敬爱的善信大德大家好，小编呼吁大家，愿大家每月可以赞助圣堂的道物，例如注印月刊杂志、善书宝册、法会科仪。天道救灵，鸾门救苦，两者都协助，如虎添翼。现在只要用手机或者到 ATM 皆可汇款，行善很便利，其实不管多少钱皆可以，上天只看您的发心。上天在这末后时期降下宝书，其实非常难得，故可曰功德无量。圣堂有义赤拱恒堂、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、南天直辖虚元堂等。
如果是没有求道的人，或信仰别的宗教者，或者求道后没有很努力去道场修道的人，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，不然往生末后 98% 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，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，业障较重。求道的人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，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，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？没过关者是直接打回地府哟。没有的话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，拱恒堂可以免费筑集弥勒净土，但需亲自联络圣堂。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，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与拱恒堂的昊天紫寿灵修院就这两间而已，没有其他了。小编知道至少会花点钱，但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好几万年早想，这辈子就花这钱，觉得值得。天心，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，希望大家可财不施护持庙堂之永续，多助印善书，光临虚元堂已受仙佛普照，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，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